小时候，幸福是件简单的事；长大了，简单是件幸福的事。你有多久没有随心所欲，说走就走？懂得停顿休息的人，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已婚男子的放风充电旅行出发喽！跟着我们一起 Go Go 环岛去。回到舅舅家，就好像妈妈回到娘家。那自己看到那以前喜欢吃的这些菜，那你内心里面有真的是超级的感动，无比的感动。我妈是他们兄弟姐妹第一个离开的，跟他们道歉说我们没有把妈妈照顾好。这个节目的主轴是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哭，还得了？谁还要主持？再给你打个预防针，因为我妈就是真的比较疯狂 crazy 一点点。我妈保险保蛮多的，对不对？对，还有练过的。不要跟我讲话，我会。我没有跟你讲话，你讲话没？况且你妈妈的妈妈的爱。哎，我你看我更严呢。就是没来得及耶啊！我妈做菜不会说多好吃，我会默默的把它吃完，因为这就是对我来说。一种家的一个味道，我感觉我回家。跟你妈好好抱一下，让我蹭一下温度。哇！感谢你们来。小顺，哟，这条呢？是这条道，其实它很有意思的哦。因为呢，这条河呢，就是那个八宝圳河，它是在这个清朝呢，它算是就已经最大的水利工程了。哦，不得了！为什么叫八宝？它好像是因为它那时候流经八个宝。哦，以前彰化是十三宝。哦，十三宝。所以它经过了流过了八个宝，所以是呢是很重大的一个灌溉水利的来源。哦，我以为是那种十三太保。不是。跟那个吃太饱哦，那吃太饱，那是旧地名啊，哇，哎呦，很漂亮哦。我们右手边的八卦山脉，太舒服了。哎，真的没有，我没有认真这样子骑车在这个田中这边这样走过。刚刚我看到那个招牌是写说要注意，他说时节到的时候，这个叫小叶懒人，可能果实会掉下来。对，你好，吃饱未？你好，嗨。哎呀，等于是在地人一个游憩跟那个运动的好地方，是因为它叶子很多，比较不会晒到太阳。啦啦啦啦啦！确定要唱歌？是一种心情的氛围吧。可以，但是你不能，你不能 key 一直掉来掉去，因为我本来要帮你合音的，太难了。唱功，高雄，马赛克到了来。我会先带你去一个，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去过，我自己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很有意思。是叫什么地名啊？它叫源泉。我还真没去过。那你有什么大特色？我那个地方很特别，它刚好又是我们这个彰化的母亲之河的源头。上面就高铁了，哎，对，如果刚好的话，可以看到呼啸而过。呼，耶，刚刚好。没来不知道它的漂亮啊。是啊。你们很期待这次我带你走的一些旅程啊！我感觉进入另外一个非常安静、宁静、平静的一个环境。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这边是有点穿越这个时光隧道。
这个车站其实挺有趣的，然后它又是有人在管理吗？没有，它是没有人管理，无人车站，无人车站。而且你看铁道，这个离得很近，这个跟那个青铜坑那边很像呀，就火车就停在家门口。对对对。时间2:57，2:14，3点，对对对对对，是往那那边要过来的，过来那边过来。徐孝顺，你好，你好。哎，你们是这里人吗？这里的人，这里的人哦。我在这看到你，真的哦。哦，从这边来，来，再进来一点，来了来。我们跟他打招手，看他有没有看到我们。哎呦，空的。哎，有几个？有。哇，真的没有人招呼的招呼站，对。哦，但是那个站长会下来。哦，有。哎，有了。一二三，就三节哦。三节，我刚刚。只有三节车厢，三节车，你知道三节在讲什么吗？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基本上是要送礼的时候了。其实高中的时候，我也是有一阵子都是坐火车站。要承认了哦，要承认了哦。哦，没有，因为就是，那时候，比如说有同学，然后你觉得那个你同隔壁校的女生都很，每天你就会很期待今天要坐火车的到来，还有很在乎火车便当。对，我跟你讲，你突然讲到，因为我国一的时候，我念戏子秀峰国中，对，那我就通车通了一段时间，对，也是坐火车。坐火车，当时呢，在国一的时候，有一个呢，我觉得那时候是我的西施，他会在五堵下车，我要回基隆嘛，对，一定，然后他在等要过那个铁道，所以他一定会站在那边，那我每次都这样子，火车跟人的四目交接的，对，这是跟雨刷是一样的概念，真的，那我眼神也不能特别去看你哦，对，就这样，起床，对，而且是每天，对，而且有一次我还做过一个比较荒唐的。你怎么样？你有那种靠近他过吗？不是，比如说刚刚有三节火车，对不对？但是你一直在那边，对不对？对，我就不是第三节已经看过你们了。对，所以连追三节，连追。其实骇客任务会不会是抄袭你的、啊？但是我的腰没有太好。你知道这个吗？小顺，现在有一些活动，而且它好像这蛮流行的，就跟泥巴有关系。跟泥巴，跟来玩泥巴。捏泥巴，捏泥巴，拉泥一把，乐意抹黑。哎呦，谢谢，又握我手，因为勇于尝试的事情又来了。结果刚好我有约了，有约。你有约吗？有约。这个乡镇的时候，虽然说它很安静，但你不会觉得它没有生气，没有那个生机，这个很重要。哦，要到了，就是这个源泉社区。哎，你好。哎，是赖大哥，你好啊。哎，你好，你好，哇，欢迎，对，就是啊，对，你一点，对，是有很必须要有很多参与活动吗？我们希望，大家来接一下地气的活动，这样子，真的，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八宝郡下面泥水都是黑的，是跟那个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对，等一下会先带你们去玩一下我们这里最常在玩的游戏，尤其是我小时候在玩。哎呦，来两个桶子拿过来，你们先去换衣服。好，我再带你们去玩这个游戏。好，会不会是先带着？剪刀石头布。好，等一下就弄那个。
那我们边走边走。好啊，好啊，好啊。这一条那个水圳是不是有它的历史？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八宝圳，它已经有318年的历史。哦，对，它是台湾的三大圳区年纪最长的。我以前历史上课本出现的什么嘉南大圳，哦，那个都还年轻，才100多岁而已。来了，我们看这300多岁的，不是300多岁，对，这个水是黑色的。对啊，欧碧玛，欧碧玛，它是从浊水溪来的。哦，所以这个泥色是特别肥沃的意思。没错，因为它是从合欢山下来，经过了那个板泥层。哦，板，不可思议，是从合欢山来的。对，合欢山。哦，好多人哦！对对对，乐林的朋友，乐林的朋友哦，带了几杯来看国语呢。对对对，你绕狼来啊！绕狼好像是嘛。这片田就是黑泥田哦。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田是黑色？对啊，对啊，对啊，为什么？对啊，以前没有看过这么黑的。对，因为我们河湾山那个板泥流过来。里面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对，跟微量元素，尤其是在我们做农田的话，大概就是氮磷钾，大概它哦，有对，这是肥料，肥料的部分，肥沃了。对，那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一区？等一下，我们就会来这边抓泥鳅。我们5分钟，太长了，对，太长了。哎，我是在河边长大，你们拜托哎呀！我是水男孩哎，来来来，放泥鳅喽！来，棒棒棒棒棒！还好没有很快。好，我们计时喽，开始喽！你真的有抓到？到底是到？哎，它很滑哎，而且现在哦哦啊，看不到了，挂膜啊，挂膜啊，有喽，抓到一条了，好不好？哎呦！这水一浊，你根本不知道它住哪里。浊就是我的克星啊！浊浊啊！1分半了哎！1分半，我细啊，我细啊！哎，怎么在田里面有一个沙发？十五吗？十五！我要跟它融为一体。这个在水里我不能输啦！哎，如果两个人都是一只的话，比大小要不要？呀！你翘起来，有吗？有，靠那个草边，对，靠呀，你要摸到一条这么大条，剩20秒了，进来啦，没有哎，我跟泥鳅没有缘，6、5、4、3、2、1，时间到，哇，宋哥真的是3条啊。哎，所以你那条是虫子？那不是，好溜啦，那个不是，那是什么虫？这个是马路吧？马路也是一条。各位观众，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哇塞，哇，你还有大条的？当然，你看那有大条。对，因为我刚刚已经知道大概他们的习性是什么。嗯，你只要在地上踩一个窟窿，他们会往那边集中。真的假的？那我就下去把它捏。但是呢？我刚刚如果没有放枪的话，我应该有5条。这是什么生活智慧网？你看我这一条，我这一条很厉害。那是马路。哎呀，我这条活动力之强，你看到吗？哎呀，还不错，还不错，耶！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很多乡亲父老在前面。哎呦，很有自信的，对对对，哎呦，都是帅哥美女的。哎，你好，你好。我要郑重介绍一下我们的3届黑泥田拔河比赛的冠军，哇塞，我们的村长，我们把那冠军奖杯留下来了。OK， 那好，好不好？我选这一队，你选那一队，看哪队？看起来村长比较用，村长我们都看不重用，一人没有关系，我代表你们，我可以啊，你可以吗？我们很威的，好不好？其实我可以在最后面，没有关系。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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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在乱拔，红多啊！不要紧不要紧，来来，我已经几百万人家嘿。要在这个。救我！超滑的。好，你们赢了。重，有。OK 吗？我 OK。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
我们第一届魏许杯拔河比赛准备要开始喽。我们这个超威队要来个队呼哦，来准备好了，一二三，超威啊！嘿嘿嘿 ！OK， 你们有吗？有，我们有大象队，加油！加油！哎，好好好，没事，大水牛你准备好了哦 ，OK 哦，好了，预备。明明是来拔河，怎么感觉在抓泥鳅？不是啊，我以为我来救。小子，我不想看到，我想看到你，我想要看到你。我也有。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看到你要高兴。就是现在啊，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二十四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预备。我觉得摔了以后那种感觉是很赞，水没有太深，但是那个泥巴真的很滑。我是呢，真的很想来感觉一下脚在那个泥地里面，好像在那个揉捻什么的那种感觉，加咕溜。而且听说这个水是有保养作用，所以我就下来保养一下自己，水疗、泥疗。来交换场地，来来来，加油！哎哎，大水牛没什么力了，加油！不要不要搞笑。小春，你冷静一点。哎，村长不要搞笑。雨山，加油！就在我前面那一个，我在他后面滑到他身体，他说：“哎呦，我被许孝顺抱到，三生有幸！”我的，他好嗨哦，他我也很嗨，我也很嗨。其实呢，觉得跟大家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一比一哦，一比一哦，哎，我们没有放弃啊，大神牛，大神牛，如果你输了，你就离开源泉，好不好？就跟那个小孙一起离开，这样来选村长的。哎，我觉得这很棒的是，我们刚好一比一，大家不伤和气。森哥还 OK 吗？没有，完全站不住。一比五，大水牛村长，来来来。大帅没有村长，我来拯救你了。不要搞笑，真的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上来，我们上来，来来来，我们猜拳喽。这关就比不用了。来，大帅没有村长，哎呀，你是跌倒了，哎呀，又跌倒了，哎呀，好，哎呀。大水牛村长以前是歌舞团的，歌舞团，他很容易滑倒，很容易滑倒。来，猜拳看选哪一边呢？好好，好不好？来，剪刀石头布。好，果然大水牛村长赢了。这边哦，好像比较好找那个施力点，看那个脚跟可以卡住。难怪大水牛连赢三届，被我找到他们秘密了。
现在我们站成了1-1平手了。好激烈啊！来，你确定这不是全明星运动会哦？哎呦！预备。有句话叫做庙无故事未兴啊，地方无高人哦，一袂旺。其实你看，理事长只是说要八个村民都来，这个就是象征这个地方上要先团结，他们都愿意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人家口会厉害。刚刚我算是一个决胜的关键，对对对，小心小心。我刚刚在最后面，我无论如何就是要顶住。然后呢，我看大家都倒了，我就开始收线了。哇，这个很有趣，好有趣的一个体验啊！那既然我输了，那我就接受这次的惩罚。我们这个准的泥，对对对，有护肤，有护肤，护肤作用。哇哇哇！哇，大水牛，我记住你了，大水牛，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吗？这个这边再补一点点，再补一点，来，补黑一点。好，那我跟你讲，你好，我跟你讲，怎样？每次都只有你说我没有做，那就做一次，好不好？那我自己来可以吗？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补一点。然后呢？现在海军陆战队的是正面下的，我们等一二三，啪下去好不好？一二三，今晚住谁家？哈，哈，哈，哎，可以了哈。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泥鳅？有没有看到泥鳅？你用蛙式的，我用仰式的，我们看谁比较快到那个终点。好好好，预备。我操！我怎么滑不动啊？老师，可以证明我是水男孩了吧？可以，心服口服。我这个就是只要让我动的话，我就是会全力以赴。对，我觉得我明年再来挑战大水牛好了。Such a lonely boy out here in the cold.
全新的小顺来喽！你真的确定吗？哎呦喂！我待会辛苦你了，辛苦你了。我待会走到一半，软腿你再抱我一下。好，没问题。好，你也好棒，你好棒。接下来我们比较轻松一点点的。我首先要带你们认识这里在地的故事。我们直接看这一座好不好？竹子做的东西，这个是已经有300岁了。哦，也300岁了。对，它300年的历史了。嗯。哦，这个竹子是用我们八卦山里面的竹子砍伐下来，编成这样子，里面是要放石头。它就像古早的小波块，它不是像这样子站立的，它是躺着的。是躺着。可以因为河床的高度，它可以摆叠上来，水碰到这个它就会转弯的。对对。所以它有引水的功能。改良绿小做大点的小夜灯啦，安尼恁家好要做的人也好做。对对对对。啊，这个阿公是我们以前的老师傅，他的一个嫡传的弟子。这个做了好坏是这个考上大问题，因为你来上课。哦，修冷气，这冷未调，哦，你也想下要差不多，差不多，啊，拄好，拄好，这手落这里油哦，你嘛做不出来，对吧？他在旁边，这个一支叉，哦，所以变交叉，对，最后才有办法合十啊。佩服古人的智慧，哎，古人都很有耐心。阿公，你的手喘，那呢？抖还是很快呢。阿公是将他毕生的绝学都要传给你。对，你那什么态度？不是他装的时候，他就是手就不会抖了。哦，我反而装的时候手就在抖。小心压着，不要压住，压到会开。对，这里现在在空轨，就是穿过去，从上面吗？对，穿，从上面穿。看到你吃紧切切哦，你自己在用就不要简单啊。好，不好，不好，可以吧？有有有，再往下，对，再往下一点，再一下。DIY 是体验，所以来讲吼，没无聊啦。对，好，我拢做有意义的。对，咱来做个利益的人吼，人还有做好的吼，是，没有咱做纪念。好，是这样子。我也要被供嘞，你哪里被供了？哦，我们已经在想了。哦，来来来，这两台让你们带回去。哇，小夜灯哦，想到我们了哦，真的，想到手做的这个，再回来到这边。哎，我给你，来来来，这里面有一杯二水，好不好？哇。一人一杯。这个彩绘墙是社区里面有一个阿公画的。阿公，阿公这么有意思。这个阿公画家80几岁喽，就拿着我们的那个活动的 DM， 然后都就这样画了。对，一边看一边画，一边看一边画。哇，他是什么根底的？最后我们才发现说，他原来是那种剧院啊、戏院的那个以前的画师，哦，弹棒的那个。顺哥，我想邀请你来帮我们这幅画里面哈，帮我们提个字，好不好？真的吗？对啊。哎，我们若干年后从这边经过，还可以看到这一切的存在。嗯。接下来我带你们到这个有故事的一个文具行。哇！来，请进。好有气氛哦。对。来到这边，我一定要跟你们介绍我们今天的不老店长。哇，妈妈请坐，请坐。在地的，在地的特产。好，你要吃香蒜还是？我都好，都好。那你需要红一点。好好，我红一点。谢谢。黄的比较好喝。好。啊，那我还是给你。妈妈，你这样子今年几岁了？80。80岁了。对。我完全看不出来哎。因为在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哦，我们老人家有一些节目说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快乐。赖大哥说，那我跟我分享一个故事，他当初一开始回来的时候，阿贝就坐在门口，然后没有事情做。他们那个阿贝就说，你为什么一整天坐在这里呢？干嘛？我在算那个几只蚂蚁从我家的门前经过。你今天要多感伤啊！但同时间，我的一个脑袋又想说，哇塞，他眼睛真好，就代表他们很有力量，这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这个社区。
这间店哈，其实它原本是一间文具行。这一位郑妈妈，她每天呢都开店开到晚上十点。哦，开那么晚？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文具店开。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写功课啊，写到九点，哎呀，突然间，妈妈，我明天要带水彩笔。带水彩，这个郑妈妈有时候她晚上就会在店里面过夜哦，有可能对，然后早上就一早就起来开店，哇，好感人哦。对，孩童时的那个印象，嗯，都变成了长大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对，她过世的时候，她里面的文具啊都保留下来，那个铁门就这样子拉下来，社区在想看看，哎，这个都是一个社区的共同的一个记忆。对，然后这个房东知道我们社区要来重新把这个铁门拉开的时候，这个房东二话不说说，哎，我零元租金租你们。对，然后我们把这里稍微整理的时候，发现这栋房子真的不简单。大家可以往上看那个屋梁，屋梁是竹筒，哎，竹筒跟木板，每个世代的历史，抬头又看到你的过去一切。对对对对对，这些的东西我们都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希望把郑妈妈的那个爱心，那个精神，对，可以像今天的水果啊，这个都是我们在地的。像你现在吃到这个是棒蛋糕，这个棒蛋糕里面有没有吃到一点小小的果粒？有有，但是柠檬干哦，我们在地的柠檬干。这条道路其实，但如果是那种在十点，它是可能是唯一亮灯的是一个店家，对，等于如果有时候回家的人哦，照亮他在点那个灯，代表哦，顾五郎就到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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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听不老店长这四个字就让我感动万分。对对对，他平常呢，他代表的呢，这个传承了郑妈妈的精神，嗯，所以呢，他在服务别人。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节目跟别人不一样，嗯，你要来服务他，我服务他，好。刚刚他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东西，那你就到厨房去，看有什么好吃的，尽量把它出菜出出来，好不好？可以。来来，那我来消费。来，因为我刚起来用哦。他刚刚切把辣嘛。这拢是咱在地所有遮吼好朋友，大家创造的这个产品，啊，甲介绍一下。哎，我首先介绍这个菊花是无毒的，冬我们在地的菊花，吃了吼对眼睛啦，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机能都非常好。好，那这个我买两个，我真正是买了钱的吼。我根本没有煮菜给我妈吃过，然后而且我妈做菜吼超难吃，但是呢。秉持着一个孝顺的精神，我会边说难吃，但是还是都会把它吃完，琳琅满目。而且什么会啊呢？是豆花。豆花。对，全果滚头豆嘛，真好吃。好，很好吃。好，这一包。还有什么？柠檬干。OK。好，这一包。有超啊，这个薯条。哦。好，这边一罐。把辣呢，在这里是最好吃的，不要浪费啊。还是。南马果啊，怎啊吼？变成文创，啊，这拢手工的哦，这。手工，手工，哦，手工的袂错。我给它叠成一个南马果嘛。这是你哦，还是倒一个？这个，这个嘛，跟你就像的，这个吗？答对了。都答对了哦。连续店长。哦，你的名叫连趣哦。对，这个名字很特殊啊。哎，连续拢足趣味的。对哇。哦，看到你，我得得到连续的趣味。哎哈哈，安尼真好。哇！来来来来来，这个是我感念我们。这个源泉这个地方特别做的巴拉拉玛狗，对，那个体验，然后刚好呢，这是一送上一个鲜花，然后感谢你们不老店长这样子，对对对，用了一点小小的创意，真的是。哎、欸，不会，哎、欸、哇，哎、欸、感情用感情哦、喔，好不好？哦哦，小心，嗯哦，那咬慢慢咬，慢慢咬。哦，我刚刚，看到我的画面好感动哦、喔。对啊，感谢你，谢谢。嗯，我想那理事长呢，这么有心，嗯，哦，其实你说你已经回来快二十年了，对对。
心里面的那个苗长出来之后，然后说，不行，我的故乡不能这么的孤寂。对对。现在也希望呢，这么多这个大哥哥、大姐姐、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活络他们的生命力，这边只能在动工。对对对，五代祭堂走，真凶重要哦。是，不会老人就大。哎呀，很棒，八十几岁啊，我都听。来来来，给我吃一点。给我吃一点啦。哎，没有没有，我吐了。感谢感谢，谢谢谢谢阿妈，谢谢感谢你。我们的袋子也是阿妈捐赠。哦，真的，哇，阿妈都没买名牌的哈。这个是名牌吗？这是吗？我们去过很多村庄，看到连整个桃，可能在那个大树下，就几个老先生老太太拉着椅子在那边闲谈。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连续阿姨，她还是这么有精神的。哦，还会讲故事，还会介绍，找到事情做，再创自己人生最棒的那一段价值。因为你已经人生走过这八十年了，你是最有内容的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在最后这阶段卖红狼嫌狼六老狼狠做出来？快到了，小顺，哇，就是家啦！哎，真的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哦？对。而且在田中哦，印象当中好像南彰化很少有这样子这么漂亮的文旅，真的真的。而且离田中火车站走路的两分钟就到了，哦，这么近哦。对，辛苦了辛苦了啊！哇，很亮丽耶，对，很璀璨耶。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处处都是用心。Hello， 你好，是金卫，金卫，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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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卫，没有，我姓刘，叫刘德华，刘德华蛮像的，是不是？我妈是北斗人啊，对，那以前呢，他们没有时间带小孩，就呢从八堵火车站把我们几个兄弟丢上去，一直叮咛我，到田中车站下车，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睡觉。田中是不是快到？我坐很久，坐很久，那以前要坐到六到八个小时，但是你们却在我的记忆当中，整个以前闹一片绿地当中，旱地拔葱了一栋这么漂亮的，因为南彰化其实过去到现在，对，说真正要。铸出一种风格来，铸出了人的质感，有没有？好像没那么容易找到。试试为什么会投在这个地方？公司我们董事长他还是觉得说，我们都是在地的田中人。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台湾的游客呢，他能够来到我们彰化的南彰化，到田中社寮二水，他能够有一个好的住的地点住下来。那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田中社寮二水的一些文化跟旅游景点跟美食。前面那个是水稻吗？是，那个是我们田中的台埂九号米。哇，前面他种这些就够你们吃了吗？不是这样子，他种成够大家看。哎，这是体验，这是一个 sample， 代表我们田中是稻米之乡。哦 ，OK OK， 因为像这个也都用了一些。对，我们上面那个也是我们前面的种的那个台埂九号米，我们把它用起来做装饰艺术。先敲敲门。哎，不好意思，对对对，打扰了。对对对，抱歉抱歉。喂，有浴缸哎。哦，哇，这个可以泡澡哎。哦，这个很棒哎。而且这里好像是它的最好的 view 是在这一个。对啊，他说可以看到火车站。哎呦。前面就是车站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暗桌。小顺，哟，我已经知道了，怎么说？这个房间的房卡我已经放在那边了，留就留给你了。对，这个做哥哥的还是要有一些担当的。谢谢伟哥。你就好好泡澡休息一下。我真的需要一个浴缸。也不用再玩什么游戏了，因为我知道玩什么游戏，目前我的胜算也不高。与其这样，我好看一点，我自己走出去。不要自暴自弃，好不好？你有什么？没有没有，我心里面其实只有一句话，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晚安。耶，我有浴缸。奇怪，为什么要跟一个出道比我长一辈的人主持节目呢？你知道我在别的地方，我也是哥哎。
你在干嘛？我看不到你的脸了，你是不是在二零？对啊。我记得好像你今年是被调到二零教书。是我选择二零。哦，是你选择二零。我来这个很恐的地方，好不好？哦，那不就好棒棒？我今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很帅很酷的地方。要不要来参观看看？因为我现在人在那个田中，你知道吗？夜什么夜？离我这里很近呢。是啊，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去，我带顺哥去找你，带小顺去找你一下，好不好？哇，那我当然会非常的开心。啊，你最近有没有练才艺？有没有练什么才艺？讲哦，一点怪，讲话都无忌惮。你来来，对对，来来来，看看。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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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我讲话，我会。我没有跟你讲话。还是你今天要来田中找我？不用，哎，我忙着嘞。那我明天要去排你宿舍哦。不行，我宿舍超乱的。那我就去拍家里。你要骑摩托车，你要小心呐、啊。那我要下班喽。好了，下班再见。报告骑不完。谁叫你念到我的手机？再见。拜拜。昨天呢，一看到床，对，真的就看到爷爷。哈哈哈哈哈！早上好，谢谢你，是太舒服了哇！谢谢你们的早餐哦，是专程为你们特别准备的早餐，里面有很多我们的田中的小农的在地的食材，像那个我们的地瓜，还有我们的蔬菜啊，还有我们的这边有一些商家做的萝卜糕跟韭菜饺、煎饺。那我们 buffet 上面也有我们蛮多在地商家的食材，像有我们田中的高丽菜饭呐、啊，高丽菜饭，对，哇，这它一听就知道是妈妈的味道，而且他们有把它做到全熟，还是有点清脆，嗯，但是它甜度太厉害了，脆到就里面还有点微微的像笋子的那种感觉，对对，高丽菜饭必须来一下，好，我来帮你。这个还是小饭团呢，而且它捏得好好看哦。我在房间我就想说，哎，不然我都已经到彰化了，我就看着妈妈有点说不太过去。哎呦，妈妈刚好在彰化，她好像在二林吧，离这样不太远，因为她在那边教书，我妈是体育老师。那我们等一下如果骑车过去看看她，一定要的，但不要用世俗的妈妈的观点来看待，很脱俗就是，对，清新脱俗，不清新的脱俗。一声尖叫，接下来是要去哪里啊？因为我觉得我妈等一下就是要尖叫了，真的吗？我妈在那个前面那个香田国小，再跟你打个预防针，因为我妈就是真的比较疯狂 crazy 一点点，因为她会把自己所有她会的才艺都可能都会拿出来。那跟我舅舅差不多嘛。对对对对。啊，你皮鞋敢袂伤大声？一个人跳舞。二三，必跳来啊！哦哦，会跳舞，对，还要唱歌。有了另外一个像你舅舅的感觉，所以这一趟我们都回到妈妈的家，然后对每个人有才华的都要来展现一下下。对，我觉得可能又是一个有笑有泪的故事啊，真的哦。那这边我其实也没有来过，好有趣的地方哦。哎，我真的超级期待，也不用那么期待啦，因为我是会有一点点害怕，我怕他突然间又爆出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你多久没来一块你看你妈了？我们上个月其实在台北有见面。哦，有见面。他来找我，他就住我家里嘛。哎，然后他说，宝宝，那个十九二十呢，我想去。他叫你什么？他又叫我宝宝。
宝宝，宝宝，对，小宝宝宝这样。然后宝宝，那个我是九二十要上去，我说哦，好来啊。可是你现在已经是另外一个家庭了，嗯，你已经已经娶媳妇了，然后有老婆，那我不好意思这样子。我说妈，什么都没有变，你要来，你自己也有钥匙，你跟我们讲，我就会跟他说你大概几年要来，我们都很欢迎。对啊，可是突然一讲，他说啊，就觉得哇，那个心。对，真的，对啊，妈妈，我带小顺来找你啦。小顺顺来了，哇，这也太美了，超美的，而且呢，花开的会重，所以它就往下垂了。嗯，哦，原来我不知道这叫美人树，哎，也太漂亮了吧。哦，而且美人是带刺的。因为它的树干是有刺的，有刺的，美丽的粉红在这里发生了。像我们现在看到妈妈，是不是要很多粉红泡泡呢？哎，都到了，哎，香田国小。我自己也稍微小紧张起来了。真的吗？哎，听说这个嗨妈是很有能量的。哎呦，哎呦，这里来，小顺，我们停这边。好。会了吗？立化会了吗？一教就会哦，那么棒哦，立化。声音很大那个。没有。哇，丹田很有力嘞。哇。妈妈。小宝哥。嗨，妈妈。有默契的，我们来戴帽子。哎呀哎呀哎呀！这是妈妈吗？六妈妈。妈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小顺这么大只，竟然没看到啊！妈妈，你在干嘛？叫小朋友扯铃。哎，那你们请下来跟小朋友玩，我们过来这边了。踩高跷。哦，踩高跷。学校很特别的。妈妈，这是你们的学校哦。没错。哎，这有足特别哦。我惊到啊！你看，你的落雨天要安怎？哦。伊上爱落天，嗯，安尼呢？安尼草啊，再大张，对哦，再车令令，车令令，车令令。妈妈，这些你都是你的学生吗？没错。那这是你们的交通工具哦？没有，这是我上体育课的工具，好不好？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打造的，你知道吗？我怎么觉得这个棍子好像是跟当年你打我那根好像有点似曾相识。哎，他设计几十万。你做今天有做皮鞋不？有定给你修理不？哎呦哦，我几乎把它放弃了。伊可以自生自灭，伊是迄个自然养的。来来，你先表演一下。这个怎么上？怎么上？怎么上去？哎，其实我怎么上是他教我的。真的吗？对，我本来我们一般人就拿着这样就会上了。对。其实真正师傅呢，说是要对，这个很重要。嗯。这个要在你的这个腋下把它夹紧。嗯嗯。来，跨后。来来来来来来。亲爱的朋友，哎，一定会落赛哦。哎，我的妈嘞！哎，这个这么容易上。哎呦，哎，平衡感是假的嘞。妈妈今年几岁？64岁，来自台中西屯的刘素娟弟弟，先夹在腋下，夹这样子，夹在腋下是不是？嗯，对，嗯，一只脚踩上去，然后就开始，对，哎呦，哎呦，哎，来最高级的，你看，对，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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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有能力的，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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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什么难的？妈妈有奶妈的哈，遗传哈。哎呦，哎呦，哎呦，来来，跑步跑步跑步 ，DNA， 哎呦，真的有 DNA。抬头挺胸，抬头挺胸，抬头挺胸。他说有奶母出风。哎呦，对对对，哎呦，还会转弯哦，你看。哎呦哎呦，哎呦，最高级呢要有辅助的地方。那你会吗？当然他会啊。哦，哎呦，他要去那边。现在是这个。三步，我是完全没有这种天分的，我是试试看，你试看看啊。他只是要先一个人站上去，然后扶着前进。扶着，你先感受他的那个核心的移动。是。站在我后面。对，我在你后面，不用怕。一二三，
来，哎，重心保持，重心，重心，重心。妈妈保险保蛮多的，对不对？对。那你受益人是我吗？是，没问题。哎，不用，那这样会碍事，去旁边，去旁边。我要保护你啊！不要，我跳啦啦队跳那么久了，危险的时候我会跳下来，好不好？哦，好好好。不要笑，我腿软了。摔倒，摔倒。哎，抬头，抬头，抬头，有练过的，可以下来了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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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你会下来哦？对，最高级啊！好厉害！刚哦，一点关，公话都无忌惮。来来，对对，来来来，看看看。对对对对对对，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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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哎呦哎呦哎呦，对不对？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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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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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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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当然，还可以换手，还可以换手，对，换手。你这边有吗？还可以接力，接力，还可以接力。你是说歌声的部分？歌声的部分，这歌就不行了，我五音不全。来来来，我去看麦，先等一下，阿力的好啊。哦，你看这简单，伊就是靠了边边，阿不挖平衡，丢下去，丢下去啊，吹落，哦，吹落安尼。啊，我讲讲看过了的。这没耐能动画的，没动画，没动。蹬了个蹬了，不，你不找到那个秘诀，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底下要扭一下，扭一下，要扭一下，这个重点是要扭一下，对，它旋转一下，要旋转一下，该不会连警卫也会吧？来试试看，连警卫都会，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是什么学校？好不好？来来来，警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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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去拿一个。哎，学为什么这个？哦，蹬了，有两个。就快了快了快了，好，哎，马上进行下一个阶段。如果有球的话你会怎么样？如果有球就必应了。对对对，看我，预备，来，一二三四，哎呦，七八，你要跟我讲话，我会。我没有跟你讲话。你有发现我妈的，就是表演都偏短，大概十秒就结束。哎，干嘛偏短？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那你们有教你们那个吗？教你们招式吗？你看哦，你就把它加速之后，你把它拿起来，有一个叫金手指。哦耶。这很简单。有呢。哦。对。威哥好行哦。我来到这里我就跨。哎。哦。有前进有后退的。现在配合的速度。哦。考验的，是是是，已经是各种好手了。对。哦，旋转旋转。对。哇！好厉害哦！哦哦哦！哇！哦！哇！哇塞！变换造型。而且还有花式的哦，哦，现在是论法跟恰恰了，对，哦，而且他们要看着彼此的眼神，然后看三二一换，换，哇，换手，而且看起来好像这些小朋友们很开心的，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小单位的学校里面。大家能有一个每一个拥有一个才艺，是，然后呢就是快乐的童年呐。哎，你们发现这个年纪呢，都是男生跟男生牵手，要跟女生牵手要拿一支冰棒棍。我们的小朋友啊，概念很好。对他们男生女生感觉是可以很融入的。耶！哎呦，这个也没那么容易哦。他斗退路哎，斗退路，斗退路。
还可以单，就是不踩的哦。嗯。脚。好像跳那个轮子。哎，脚放，脚放。哦。对，单脚的。单脚，单脚。上次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团队，他们就是独轮车环岛，独轮环岛，独轮车环岛，很厉害。耶！哎，我们跟他要个画面，像转圈圈，对对对对对对，哎，转圈圈，转圈圈，我也跟他转圈圈，要撞到人头，慢一点，我们反方向，反方向，反方向，对对对，不然转久了。好开心啊！其实你们可以独轮车跟扯铃加上一起表演哦，行哦，对啊，好厉害，好厉害，谢谢正面鼓掌的小朋友，哇，围棋的那个圆满。田径队老师哦哦，哎，你好，是是，老师好，什么称呼你？哎，我是学校总务主任，我姓丁。哦，不好意思，我们前辈前辈，前辈很不好意思，让他照顾很多。排水排水，你就排水。欢迎两位到我们学校来。好，我们学校是其实是教育部百大特色学校，在那个特色下，我们其实发展是以农业为基础在做发展。是哦，然后我们跟着附近的一个产销班来结合，我们这边就是种稻子，嗯，是，这就是月光米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是有田有校地，都是这样以食农为发展的特色。所以可是我们学生人数很少，那我们知道找帮手。哦，他是来除草的。对，我们田里面有鸭子，他是把田弄干净的田径队。哦，田径队，田很干净的田径队。有一只在走，他另外一只走就会走。对，他们两个相亲相爱，很好。看看我们的鸭班，去吧，你自由了。他自由，下班下班，下班。好，去找老板领钱。你看我们的鸭，哎，跑出去了，吃饭时间到了。是是，他们去出去吃饭了。对，我们也该休息了。来来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惊喜，好不好？还有惊喜，还有。我妈做菜哦。超难吃！那你多久没有做菜给威廉吃了？可能是两三年了。耶，刚才的时阵呢，刚才的时间好浓，收三樽已经菜了呀。妈妈呢，准备的非常的澎湃。真的。来，镜头拉开，哒啦。妈妈。哇。酸，别别别别，你还知道寒酸两个字？这外公这大地，大家有没有饭？也没有饭。哎，小姐小姐，你跟恁母讲者，迄间阮阿姑是安怎甲你招待？妈妈，你嘛小比较者。刚刚你在外面，妈妈很认真的在煮菜，结果她边煮的时候，她就有讲了。她为了孝敬我，每次都带我去什么餐厅吃饭，吃一餐要几千块，我觉得很浪费钱。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我国中的时候，他好不容易帮我准备早餐，他煮了个稀饭，好像叫我要带去学校。他拿了一个那种5斤的那种塑胶袋，然后用这个装稀饭。我怎么忘记有这一段？我骑着捷安特的避震脚踏车吃早餐，早餐你要带稀饭去学校，这样子拿着叫我骑。简单环保。他说我才不要吃，哎，我就很生气，哎。不准你这么没有礼貌，没有跟你妈道歉。对，妈的妈不好意思。可是那一天我就真的跟我妈大吵一架，然后我说我就要离家出走，为了一盘稀饭。那你知道我不喜欢鸡吗？我知道。那你刚刚为什么要带我去看鸡？可是那是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讲？不是，那个是活体的，你不喜欢的是尸体，好不好？算你才夸张，这个公亲我来做，喂妈，我这个后生你有骄傲无？
我惊哦，因为迄当阵伊拄啊去棒棒糖的时阵，哇！你看伊来到阮学校，哇！大家人拢咧爱签名，我跟你讲啊，你较乖，啊，我给你威廉的签名照，马上哦，就好呀，一般拢安静，很好用。所以这个在我教学，别人拢30年的退休啊，我今年做到40年啊。安尼？对，是袂见走啊，先咯。因为我拢自我感觉良好，我感觉大了袂歹。你看我这，我来退休。都失失传了呢。好，今天今天今天，啊，嫁了嫁了嫁了。请讲话没有？况且你妈妈的妈妈的爱是不是？其实我妈做菜不会说多好吃，因为她会忘记放盐。她刚是真正无放盐呢。哎，你怎么我讲我才想到呢？哎，我里边无放盐呢。真的那么无放盐？你。阿母啊，妈，那两天把鸡鸡啊，那个猪肉根本没有熟，就是那两天鸡啊，底板还在讲鸡啊。你说为什么都不敢带同学回家呢？阿母啊，我妈对我来说，她煮菜不是好吃与不好吃，是一种家的感觉。我的感动又来，所以我现在超羡慕你。我现在是吃不到我妈，即便要把我倒一杯水，我就都没办法。对，我要去抱我妈的机会没有了。对，所以我很，我妈其实只回家的时候，她煮很久很久，但是变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我会默默的把它吃完，因为这就是对我来说一种家的一个味道。我感觉我回家，然后可能妈妈。对，有时候把房子弄得很鸟，但是我跟你讲，妈妈在哪，家就在哪。我跟你讲，妈的秀斗永远是我们最好的生命重要的内容。嗯，对。跟你妈好好抱一下，帮我。好像假设是我有个妈妈在，然后呢，永远因为分秒亲情不能等，对对对对，美好时光不能等，不能错过，对，所以呢，这个美好的这个当下一定要让我羡慕一下，嗯，好不好？好好抱一下，好好抱一下，让我蹭一下温度，耶！感谢你们来，谢谢谢谢，可以哈，嗯，好，啊，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可以对话的，哎，那你好，主席啊，哈，主席，坐好。这够注意啦，妈妈。努力。Turn right. Let's go. 谢谢谢谢主任，谢谢小朋友，拜拜。小朋友，还要多久了，妈妈？2分钟就到了。大概2分钟哦。那你自己有来这边吃过吗？有，看看是不是名不虚传的恰瓜米，恰瓜米。好。阿姨还有去过其他二林好玩的地方吗？有。哦，我就蛮喜欢去海边，这里离那个海边方院很近。哇，那个甜饼，咸饼，对，旁边，没关系，待会回来看。对。哦，这是阮二林的鸡啊。哦，这个菜市场应该也历史悠久了。到了吗，妈妈？快到了。到了，到了，到了。你还快到了。哦。啊，就在这里。哎呦，你比我较内行。哦，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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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大哪老在哦，是牛面，这扛棒真大。阿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是老板吗？你好，我是第三代的巧阿伯，我阿公才正当我第一代的巧阿伯。所以每一代拢叫做巧阿伯。我为巧阿孙一直做个变巧阿变巧阿伯。啊，这巧阿面是有牛啊，无牛？无牛啊，面无。啊，是安怎叫巧阿面？因为阮阿公我做巧牛啊，伊做的面好吃，大家来吃巧牛啊吃啊。因为年龄做就变巧牛阿伯。哦。巧牛阿伯咧做的面，啊，我为细汉啊带伫身边开始。
哦，汤的那个甘甜味呢，它就有点像说我们的那个达米，但是它的那个肉燥的油脂的香甜度，很古早味的那种。而且对不对？赤牛面，嗯，是台湾三大面之一。赤牛没有牛，对，还有一个老鼠面没有老鼠。哦，就刚好也是在彰化，对不对？对，那一个在台南，嗯，叫蛋仔面，里面没有蛋仔。哦，还是一个蛋，还是冰蛋。白阿哩汤啉起来足甘甜啊，甘甜诶！迄是用大大骨头去控的吗？对对对，倒来啊！它都配合我们独家配方。哎呦，哎呦，独家配方是，你们不可以说是不是？从来不说，不行，不可以，从来不说了，从来不说，跟不可以说这两件事呢，就是未愿说，你知道吗？没见过，没，没加个起来加，没猛当猛塞，问太多也没有，嗯，你这五小几靠功夫和习惯的拿捏。嗯，第一个东西，第二个是火候，还有那个佐料，佐料是从来不能公布的。嗯，我躲在这市场里面，嗯，我一公布，马路上都弄事，我都完蛋了。哦，对啊。哇，嗯，猪肝莲哦，它的海带听说是它的骄傲。你看伊这吃起来跟人无同款，嗯 ，Q 弹，袂安尼软软，对吧？袂很软软。完全没有用过化学佐料，从那个日本进口的那个规矩的，一捆三大棍、方棍，我拢家己处理，家己处理。哦，一次泡冷水。冬天要泡13个小时，哇，这样搞干哦，哎，因为无掺油啊，嗯，那就是要用时间来换的料啊，吃起来跟外面的不一样，我们就弹性，啊 ，Q 度，鱼的海带特有香度，主要它的那个吃起来那个滑嫩感跟脆度啊。包括嘛，够赞。包括嘛，只要正跟光棍嘞，你杀偌久？当时啊，甲剥皮，哦，当时呢，这哦，骨嘛拄啊好吼，未粘条的时阵就出来，是不是呢？哦，不简单呢，你好有餐饮知识呢。无啦，因当你做啥？我刚刚看到袂滴吧呀？哎，看到袂滴吧？哦，安都来安都连锁事业，安都。干爆了，干爆了哦！啊，所以我看到这内行在煮的，太厉害了，还要煮一大顿嘛，无简单哦。哦，你这内心就长中长啊，你哦。后来再给我爸嘞，猪肉专家，也简洁呢，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骄傲就是这条鸡啊，我勉强我吃。你会看到觉得说，哇，我为阮阿公哦，我做赤牛阿孙、赤牛阿囝，怎么变赤牛阿公？哦，他这个一路上走过来，他自己的那种骄傲，其实他里面整个汤汁里面的所有那些秘方，是他满满的祖传了。这种东西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哦，妈妈，这个才叫大餐嘛！先以吃水甜，安在不？安在不？哦，为什么我关了这通啊？你嘛，他说嘛，我阿母话讲要请来问哈，哦，煮两出尔吼，哦，是煮无掺咸。你这煮无熟，哎，哦，你来看麦，啊，你食到闻怀念的，听见没？印象深刻啦。恁哦，姑姑我食一顿尔，啊，我以前哦，逐顿拢安尼。你为了，就为了你妈妈。对，我妈妈，对，逐顿安尼。阿爸是食安尼，家都爱买这顿。照你的说法，你是被他从小虐待到现在，没有虐待的经验。我刚才我有问阿公跟阿妈，哦，阿伯，你有看到小顺真的肚子饿吗？他一碗全部被吃光。我们刚刚过过了，有没有吃过来没有？对，我有看到一摊卖那个饼的，里面就是那个糖浆跟那个。跟那个芝麻的。等一下来跨买。等一下我们来去吃。我们走过去就在旁边。好好好。哎。就在那在那边街角，前面街角，前面那边哦，那间的。哦，你把酒接来呢？哈？哎呀，妈，你都是不是都没有吃过？你都没有好好认真生活。好吃哎，感觉帅。这个古早味，古早味。哎 ，Hello，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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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这个什么饼？这叫什么饼？古早话叫面煎饼。面煎饼。哎，哦，面煎饼。卖仔煎，卖仔煎。哎，那我们来个两块吃一下啊！这个是什么？这是高菜饼，这是二零的地方的。哦，我要高的菜饼。
我要一个甜的，他要一个咸的。好。哎，多少？你说多少？啊，难道我有零钱？谢谢小顺，请我吃。哎，这狗杂的耶！转一下，认真变，认真的你。你好，你好。嗯。我来陪你了。哎。少年十几岁啊？哇。妈，那我们接下来去那个，你说那个，方院，哎，这咱不是要去海边吃，你今麦就敢吃落哈？感觉一下，下午茶时间。哦，就大声讲讲嘞，就没啊，蒙起来啊。好，那我们就骑车去海边了。走走走，好，走。来，先没啊。来，来，来，小顺，你好。嗯。啊，那个电动车啦，要换电的。哦，你有换过电吗？我没有哎，我不知道我们二零这里也有 GoGoRo 的换电站嘞。哦，厉害啦！啊，这个就是它的电池。哎，你给它 Q 哎，来这，大家就挡了就挡了，啊，重哦。哦，怎么知道它是？它在我这自己浮起来。哦，一次要两桶，好酷哦，好好玩。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有啊，有。好。出发了，新店。小顺这边我们要右转。OK。右转右转。在我妈旁边，她反而话没有那么多，她好像一直推到我的身后，一直在观察着我们两个母子的互动。她好像希望把更多的时光放在我跟我妈妈。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贴心。那个牛车到海里面去哦，这个叫做海牛嘛。海牛，嗯，那你有玩过吗？我有坐过。你有坐过？我上次来坐在牛的上面，牛车上面。好玩吗？嗯，它走得很慢啊。啊，接下来嘞，你来看到来到这里方院的普天宫，顺哥今天来了嘛？对，我来，他带他来了。对对对对，我带他去看看。他在方院的朋友。哎呦，小顺，你在这里有朋友哦、喔。我真正唔知呢。伊徛伫遐等足久啊。啊。一直没有变心。对。一直在这里等我。对，我看到的是两个。你是说这个这里都长得像小顺的朋友是？没错。那我要来找一下有没有我的亲戚啊？看一下，应该是二十四孝的故事，应该有二十四个。后面这一尊我觉得有点像。你觉得这个？哎，真的，这个很像哎。是不是这个角度？哎，真的像哎。是有像吗？好像。有像。有像。你自己看。这根本就是拿你的照片去弄的吧？有没有像？这个我脸没有那么圆，应该还有，应该还有，应该还有，那再来找找看。这个有点好酒杯的时候，好酒杯，好不好？我跟你讲，如果在是某个你没这样看，这是福州博，这是福州博，福州博了。会不会下次有人真的就到方院来寻找许孝顺的雕像？对，好像，很像，很像，很像。每一尊多多少少或许跟你的那眉宇之间的神情都蛮像，因为呢那个方头大脸哦最好磕了，细节没有那么多，就这样四方形。哎，这尊跟你比较有点像哦，还有一点呢，有一些有一些有点 feel， 有点 feel， 那个鼻子的那个角度，厉害的在后面，我带你们走真正的打卡景点。啊，多还要多久？过马路就到了。两三分钟就走到方院海光步道，还往那边，对不对？从这个步道开始，你看处处都美景，光美，随手拍都是赞哎。怎么拍都怎么好看，对。这是去年才开发出来的，嗯，对。对，它其实很新的，去年九月。哎，真的。很漂亮哎，对，而且妈他们有那个海牛，是不是？那可是什么水牛？
他们要去海里采科，以后当场现煮，很老哎。那边有写，8:17之前就会涨潮，这个安全第一。好帅哦！一点点，你是说我吧？谢谢谢谢，我是附带的，帅帅帅帅帅，谢谢谢谢，你们是重金团，谢谢。OK OK， 谢谢，哇塞，太热情了，哦，而且这里是无敌的夕阳，对啊，竹筏有没有看到？他们这个就是一个人收几百块，大概400啊，对。采科，然后哦，威力十足，无剃骨啊，进行对，就是用进行骨哦，而且他们退潮的时间如果算得出来哈，那个海里面的土他们知道哪里比较硬，他们就用牛在那边，因为那个你采起来的牡蛎也要拖回来啊，等于就是以前牛就是它的交通工具啊，丢丢，妈，牛来了。跟着海牛漫步，而且那个上面你没有看到那个伯伯，他的年纪其实都不小了。长辈有工作，生活更有目标，而且可以带小孩子来，可以让他们寓教于乐一下，就跟他们了解一下以前是这样。他等他涨潮的时候，等于就是会涨到这边，对不对？所以他掉，他在钓白鲨才有办法出去。所以呢，整个呢这些有淤泥的地方，滩涂哦，就会有很多生物。对，滩涂鱼，还有招潮蟹。招潮蟹，准备真的穿过那个。这个就是那个妈妈，你说说。海空步道的起点。而且这个角度没有边际的那一方，有没有？穿透了。外面是海平面，对啊，哦，这个有美有美有在美，哦，这里走一走很舒服哎，对啊，这个二代的那个水笔仔又慢慢的从下面在身上，对，原来可以这么近的看，以前很遥远的，现在贴近之后，招潮蟹就在你脚下，然后呢，整个水笔仔那个海茄冬，你原来只是书上看的或是一个什么简介的那个状态，你已经更深入这个环境。那个是白鹭鸶吗？白鹭鸶，这应该也会有一些候鸟迁徙，然后过来这边捕食。对，因为潮间带的那个物种最丰富，这边是他们把废区啦，所以就会盖这个赏鸟牌，好贴心哦。这个位置刚好这个炮管放在这边，然后这边还稍微有通一点风，然后也可以挡一点太阳。而且高高低低，小朋友也没有错过。这里已经夕阳无限好了，对不对？但是有更好的，就是外星人的秘密基地。外星人曾经来这里驻扎过，真的假的？留下一个打蛋器。请问今晚住谁家？这里已经夕阳无限好了，对不对？但是有更好的，就是外星人的秘密基地。哎，我冇拍了王美呢。哇塞哇塞，好好好，是是是。那你意思是？我笑脸是不是嘛？王美，当初都没化妆。张曼玉，我看到。对对对对，顺哥这个鉴定一下，来来来来，真的哎。妈妈，妈妈，你把眼镜拿下来，看一下落差。岁月不饶人，你要知道啊！真的，假老你都知。那你来一个身材不错的，辣的辣的。哎，我是你的嘞。你有选美啊？哦，对，我冇选美。真是有这种代志？你真是嘞？你还没出电视的时候，我都在电视台。真的哦？对，上过电视，台湾电视公司啊。那个年代不容易。你有去选美，那你为什么没有继续走这条路？因为路途太遥远了，这一抓路，那当时可能要4点钟，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有高速公路。所以有足好机会，但是咱到故乡里装卡，咱嘛是爱家放弃。哦，还好，无对，人家替你完成。对。因为我为什么会放在手机呢？因为我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这个是我妈，怎么落差这么大？这个应该就我少数的全家福了。我一个人爱煎三分菜，
安尼哦，对啊。但是好加在你太有能力的啦。对对对，他很会省，很会省。我爱去教人收水，你知无？有一年暑假爱打工呢。有一年，我那个我说我妈，你那个当年那个压岁钱要还我。他说你压岁钱就那个厕所了，已经够了呀，够了。然后我就他又有一次要把我赶出去，我说我还有一间厕所，没买厝的时候，他改压岁钱就捡起提去买厝啊，对吧？倒休梯，妈妈，所以我们要去那边看夕阳，对不对？好，好，行行行。皇宫和风力发电，特别的多，而且这旁边都是余温了，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要忘了秘密基地即将抵达，像不像外星人的打蛋器？非常像。上去，哇，这个是无敌绝景哦！哇，这里好，科技感、现代感。来，快快来，快快快！对的，可以吗？可以吗？抓得到吗？对，可以啊。来，耶！这边，哦，刚好在中间这样。中间，绝世美景，最金黄的蛋黄区了。现在外星人呢，准备把那颗蛋放在这边打蛋。这个景色，我真的觉得。我有点震撼到，蛮大型的，很少有这种大型的风力发电，然后跟这种小型的，虽然说它现在没有在运作，我们没办法进去，但不然它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你们发现那是一整排，还在动的这样一整排，虽然说有一点萧瑟的孤寂感，但它也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美。其实过去呢，曾经这整个海岸线的渔温，风华一时，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场，后来有一段时间这种风力发电呢，蔚为风起。每个阶段、每个时代有不它不一样的产物，但是同时可以在同一个地方看到，这是很难得的。对。你一定哎，今来到这个屏东港，哎，听讲叫在地一个必吃的控肉饭。哇哦！一般控肉饭就控肉饭，他跟我叫你吃彩糖的腿。对对对，哇 ！Hello，Hello， 嗨，帅哥，帅哥，我是第三代。你在这边服务多久了？这样子，我们在这边开50年了。这边乡下的地方，其实大家有时候晚上会没有地方可以吃饭。对对对。对，以前比较没有便利商店，然后可能就只有我们这边有卖，所以大家就会都过来吃这样。是。这附近有工业区。哦，对，也有工业区。我们也有接工业区的一些便当晚餐。所以呢，他们家是大家的家了。啊，你们第三代是你跟谁轮流？我还有一个弟弟。你是返乡的吗？对，我是返乡。你原来做什么？我本来在台北读师范大学，什么系的？我体育系的。体育系，还真的是，他爸是台师大的，七二级，我106。你有当过老师吗？有，我教3年的书，然后再回来接。待会有时间我们来聊一下。对，请坐，请坐，准备。听说你们家的这个蛋是非常厉害的，半熟蛋。
蛋汁跟我们的姜汁很搭。哦，蛋汁这样流下来。哦，这样会没有朋友。现在看电视的一直在骂我们啊。东哥，你刚刚吃到肉了吗？还没，我现在蒸下来。你看咬下去，它整块都已经蒸到非常的软嫩了。然后咬下去，那个油脂会直接把它包住那个缝吧。然后它那个酱汁再开始慢慢。各位观众，现在这个地震大概有3.9。这是你爱的哦，你爱的哦。太厉害了啦！哦，好味气。你看，它这个酱旁边的那个咸菜有点辣辣，对，非常开胃的。我刚刚一口已经爬下去了。来，它的这个也是很有特色的。对，我也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和阳光约会吧，空吧，空吧。哎呦呀！哦，他歌词是真的空吧吗？没有。真吧，真吧。那下次有人来就唱给他听。可是我没听过这首歌。他？你有没有听过叶爱玲这个人？戴爱玲。戴爱玲。OZ 你知道吗？OZ。OZ 的妈妈。的妈妈。OZ 的妈妈。啊，不好意思，我讲到清朝的事情了。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想要开始回来帮忙家里？毕业之后有先去来这边教3年的书，我也是当体育老师，就有跟家人已经沟通好，就是我想要去体验一下我自己的兴趣，给我一点时间之后我会回来帮忙家里这样。哇，对，好乖哦，50年这个根扎得很入骨深的，这一条路呢陪伴多少呢？夜归回来的，真的那是一个归属了。当老师是卓越英才。他现在帮家里事业是照顾大家的肚子，而且呢，你们只休了4个小时。对，D20这个地区太多人家找到那个家的温暖。我敬你，我敬你，对，我敬你吃在当官去。我敬你一口饭了嘛，敬他，敬他，对，20官。哎，真的是。真的太好吃了，我希望呢再来一块很厉害的肉，马上来，帮他们挑一下好不好？马上来，那个层次要很好，一口咬下去要有皮肥的、瘦的、瘦的、肥的、肥的、瘦的，哦，拜托。那我蛋跟那个肉在一块好不好？好。带着蛙镜下去那个肉锅里面煮，阿叔呢叫你来行，没在那滚。妈妈谢谢啊。威廉北体的学弟啊，北体的学弟弟，你运健，对，我后来是做防护的，哦，后来毕业，那你真的是我正学弟耶，你知道我是什么？体健，我也是体健的。哎，你有去练哦？很有认真练，稍微，要命，没有，蛮认真的。你说你都不太吃家里的控码了，对不对？吃瘦的啦，吃瘦，有全瘦的，有全。哎，体育世家，我跟学长嘛，有。这块肉镜头就要跳一下了。皮肥的，瘦的，瘦的，瘦的，肥的，瘦的。瘦的、肥的，哦，也是跳花的，跳花是有格的，九宫格的。我这个建成也分得很明，漂亮。谁？哦，大理石纹路啊！哇，真的。啊，你有弟弟有帮忙吗？啊，有有也有。现在比较多在斜对面那边，斜对哦，到那边还分店呢，对对对，二店。很棒，那边就是东西比较多，没有便当种类比较多，大物之类。哦，我遇到这种控肉饭，我就挡不住哦。就再想减肥，都要弄，先弄一下再说。妈妈也是香甜的，真的，对，她做香甜果香。那我要去跟我们校长讲，所以你们校友啊，这个杰出校友才叫真的杰出校友。妈，好了，差不多了，我跟小春要跟你说再见了。不行不行，我还有一个很温馨的小景点啊，我常常遛我们小孙子七宝。现在已经快8点，我们要赶高铁，没关系。去北湖啊？无啦，今来个家你无来，真正这无菜的啦，行，紧行来。你母亲在这卤哎，要不然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如果觉得还好的话，我们转身就离开。
哦，很肥呢。哦，王爷也是有在保佑哦。嗯，要求天公了。嗯，你看锦鲤那么多，真的，嗯，就表示说这里水质好，所以六小孩来这里，他们都会很开心。刚才那个人不知道叶爱玲，真的也蛮有趣的，他马上带爱玲，带爱玲，哦，那个也。尤其是情侣，我告诉你，情侣来这里的时候，你看他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来暖色系，好，暖色系，你先来试试看。不用来，大家一起来试。气氛讲哦，哦，这接力感，气氛都不敢换了，不敢换哈。这个暖色系的确会让人很靠近。有啦，我跟妈妈有感情，有更升温了啦。对，但这个色系的确会造成了某种感觉上面的变化，而且非常巧妙。妈，你今天还开心吗？开心，嗯。尤其是在这个很温馨的地方，有你们轻松就陪我满足我一下那个少女的滋味。你讲到少女，哎，就是张曼玉了。她从没有用机车载我去玩过，很符合像那个我骑着单车啊哈啊，我要到路的尽头那种感觉，有人陪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很开心，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有这样的节目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哇，真的有专业的摄影让我拍照，尤其是可以跟我儿子留下很美好的回忆，那我真的是超感动的。有机会退休的时候就跟着我一起录外景啊，一起工作啊，你只要闭嘴我就好了。很爱你啦，不会因为我有所结婚或有小孩子有所改变。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哎呦，看到你要高兴。就是现在，嗯，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赶快订阅。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哦。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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